好，先把绳子先把它绑起来，好，绑起来，绑起来。然后呢，这两条要先握在手上，这一条是有磁铁，好，有磁铁。这一条呢要，这一条要在上面。然后呢，小指要夹住这个，好，然后大拇指要压住这一条，这样子。然后接下来就是把这两条拉起来，拉起来之后，那个这一条就会跑到下面去。好、哦，这里有没有？这是哦，跑到下面去。好、哦，这样子。然后接下来就是进去了。好、哦，啊，看你要，好、哦，先进去一条，啊，然后，啊、哦，进去。啊，这个哈、哦，因为中间这一条是有磁铁的，所以通常我都会把有磁铁的这一面哈、哦，朝向自己。这一面在前面啊，这一面好在后面，然后给观众看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把这一个好，就是磁铁在这边嘛，把它拿起来，好，然后接下来上来，在这个磁铁的这个地方哈，好这样子，然后把它拔起来，然后放上去，好，这样就分开来。